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这里是徐州丰主街的菜市场路口，这儿有一家20年的牛排老店，路过的时候看到也是好多人都在买，今天咱们就买一点尝尝。这是多少钱一斤呢？这个48是吧？我们要一块儿吧。没事。这都是腌好的牛肉吗？是啊。哦，做20多年了。全部都酱牛。哦，做20多年的你们。全部都酱牛。人家全家添加剂什么都没有。像你们就是这种牛肉，然后腌过以后直接放那个生粉。对对对。直接炸。对。支付宝到账18元。我来等。给我们要一块吧。行吗？啊，行。加25可不管。行行行。这是炸好的吗？直接。哦。所以质量我100%保你质量。哇。喜欢自然吗？喜欢，放点自然辣椒，都放一点吧。这一点，2块。那个店有老妈吗？20。我们给你付过来啊，25。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做现卖这个挺好的。我们现做20多年了嘛，都是这样做的。啊，都是这样做的。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因为最起码能看到肉。是能看得见的。对。而且这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剂，好，现在肉品都没有。哦。味道你说的菜，但是质量我100%包你。支付宝到账17元。辣椒不要吗？辣椒不要。我看一下辣椒吗？过年一会儿上来好不好？这边要体检的路啊。自然要不要给你？你们这边这个夜市都是晚上吗？中午没有吗？有啊，中午也有。全天的。哦。全天的，我上午也干。啊，上午也有，他有好多家都是光只卖下午。我上午也干。啊。上午10点多到1点多。哦，2个10以了。像你们这一天能卖多少斤？嗯，还是。也没算过是吧？反正一天好几盆肉，一天好几盆肉。微信支付26.5元。这个它这个牛排，然后外皮炸得特别的焦，里边能看到有好多的牛肉。它腌这个牛肉也非常好吃，非常有味儿。我记得我上小学那个时候都可喜欢吃这种炸的牛排，但是它那种牛排就是成个的，2块钱一个，然后里边就是可能是碎牛肉馅，然后配点淀粉，然后炸的。他这种的就是货真价实的牛排，是48一斤，买了这么多是花了25块钱。
谁让号吃？